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本来是要，今天星期四是吧？本来那天去拿体检报告的时候，然后验了那个验了血，今天去拿报告的。但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木邪二叔啊，好像是，给我发了，就前两天给我刚好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他的公司开业，然后想了一下，先去他那边吧，然后。看看回来的时候够时间再去拿报告，不够时间明天再拿了。友谊第一，走，出发。好嗨啊！哎呦，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，好嗨，我还是发现很嗨。我的白天就跟你上，我的全部拿了，我的拿了。对呀，靠不着了。我从六层打一转，再从后面。不下来了。哎呀，恭喜你今天进去多少钱？恭喜你啊！倒点茶呀。哎，我这个来的有点急，是不是？说来就来，说来就来，来的好。昨天过来的哈，具有丰富的物流经验，来喝杯茶，欢迎光临啊！平时在头条新闻看热闹，今天来了，这两个地方给你。啊，我喜欢打杯，不行也能给吗？可以啊，这钱没好，来，过来，快说。过来吗？来呀来呀，也难得又进来，你也进来。那你这个位置是什么？是席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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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席位。哎，跟我们的会室肯定是，今天有个签约仪式，我们是搞了个新媒体从业资格证。孵化电商，还有一些新媒体的这乙方的那个会啊，你搞那一块啊？那你是那酒店准备下一步到酒店了？对对对，那旅游的酒店了吗？是不是孵化一起都点开花，哎呀，你这样子我是古人，你的古啊，是点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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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到这里了。外国不好瞎了烂呢。我奶奶给我说 VIP 啊，你哎，这啥？我们是这里吃点糖啊，吃点糖果，吃点糖果，对。今天这个日子吃点糖果啊，吃点糖，甜蜜蜜，甜蜜蜜啊，哎，吃点糖，来了啊，来，我要打了。嗯，送衣服便宜的不怕。不行哦，你让我把你几千块钱的。哎呀，我这个几十块不要。那边应该有车了，有车位。有的哦，赖龟的，跟不拔。他没有毛的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新品种。哦，也可以导航迎宾馆。我感觉有一点甘蔗的味道。迎宾。我有点是迎宾馆。啊，不远可以，就是必须不远。味道有点复杂。这一边来到强光的这个三位这个开业庆典活动，在这里呢能够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呢，当然
也特别感谢我二叔爷，希望咱们的一道强光啊，这个电子商务公司在未来前途一片辉煌，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开心和更多的快乐。也祝愿在座的现场的每一个好朋友们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幸福美满，吃好、玩好、喝好。谢谢。那是你的主场啊，来交给你了啊，不要找借口了，这个不能找借口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吧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也有一个请求，我跟峰峰要不要选择一首歌曲，我们都会唱的歌曲，然后送给大家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后面没听到声音呢？有没有声音？有。那这样吧啊，看看，工作人员帮忙帮个忙，麻烦一下啊，能拿个话筒出来，我们来两个呗啊，这要不要我一个人唱？我也好紧张了，第一次等了这么多，大老板面前唱歌，对，怎么样啊？上台是不是特别轻松一点点？轻松一下啊，大家帮帮忙吧，给点排面好吗？各位大老板，伸出你们发财双手，给点排面。啊、哦，这个必须的。今天到二叔这里来，一道强光啊！咱们有限公司感谢二叔的邀请，二叔邀请是我的荣幸。一路长虹，其实我也是说的，希望你过来这个玩一玩，开心开心一下，因为你太累，休息一下。啊，西瓜和那个抖音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粉丝老铁也好，好，说心里话，一定要的理解过了啊。咱们就这样啊，要理解，真的祝二叔一路长虹。